近几年选秀节目越来越多，而凭借这些节目出道的人也有很多，其中有一档节目叫《创造营2019》，相信大家都知道，而何洛洛就是凭这档节目顺利出道的。何洛洛也是一个很有实力的选手，而且长相帅气，圈粉无数，穿搭时尚。何洛洛凭借帅气的外表以及时尚的造型圈粉无数，简直是走到哪儿都是焦点。何洛洛的长相属于清秀的类型，这放在偶像剧里面妥妥就是邻家少年即视感，单纯可爱还很温柔，帅气的何洛洛戴上一副圆框眼镜更是为他增添了一丝斯文的气息。这样的何洛洛特别像大学的校草，今天何洛洛现身浙传参加艺考，一身黑色羽绒服被路人怼脸拍照，皮肤真的是超级好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本视频的小伙伴欢迎留言关注哦。